完美，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确定其实很确定，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把承诺里忽隐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。要想眯着半天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一次的约会。其实我渴望要